你看我是哪个？今天的虾我就耍，顺便钓了下鱼，运气还不错啊，钓了一两斤，就把它弄到家。就是大大小的虾，这个小的呢就拿这来炸干鱼，这种大的的，把它红烧，把它挑出来。 加点盐，把它油炸的更鲜一下，起锅烧油，油温烧热，下鱼了，炒个鸡料。 炒鱼，加点锅，锅里面加点猪油，适当撒点盐巴，把红烧的放里煎一下。 加辣椒、姜、葱段，还豆瓣酱。我剩几个了呢？我三瓶水。 盐、味精、白糖、胡椒粉调味。 香，好点了，出锅。妈吃点大的，吃点大给你。 这个炸干了嘛，炸干了我会自己吃，不去吃了就。那不要吃。妈，这好像是吃了少点。油了。是啊。